你不需要很多动作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两把打下去。我这个手你不要碰啊，一碰你这个手上来，一碰看见吧，你碰到我了，对不起你了，还得打你，懂吧？这个老虎的尾巴虎尾啊，老虎的尾巴不好碰的，所以一碰你看见吧，就进去又打你了。第二个一接手，哗，看见又进去了，一个外面，一个是里面。孙立三这个手接，你看一接，哗的晃过来，你一晃，你从这里接，不是你这个手，你这个手都往里压，压你看见，老爷啪，他不是叫他哈，他东西打下来，啊，孙爷你看，我一切看见，对了，要再蹬下来，还打不到他，我打你，你还打不到我。要你哦，这是我们第一招。对，啊、所以你不理解，你会光会打拳，你不理解不行，是吧？